猫咪哪一只是你的宝贝？黑糖还有花生是你的宝贝，还有妈咪也轰过来都是我的宝贝。Hello， 我是燕婷，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是要来仔细的分享关于新生儿跟毛孩的一个相处。我之前呢，在月中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分享一个 Reels 的短影片，就是新生儿回家之后呢，要怎么让他跟家里的毛孩呢和平相处嘛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就是不断的有人问说，哎呀，我现在怀孕了，那猫咪会有影响吗？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检查？会不会猫咪会被欺负小孩？等等 ，blah blah blah 的问题。虽然我每次看到这些问题，我都会。对，所以这部影片呢，我就会分享，然后呢，同时呢也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可爱的小画面。OK，Let's go。首先呢，大家最常问的就是养猫咪又有小孩的话，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弓浆虫。没错。那弓浆虫的话呢，来我这边给大家小小科普一下小知识哈。在生黄金之前呢，我也是上网查了，想说弓浆虫家里养猫都会有弓浆虫吗？我马上把家里的猫咪全部送去宠物医院，检查出来一切 OK， 其实就是不会有弓浆虫的问题。其实猫咪呢，它们大多数的病源生病啊，包含弓浆虫，都是来自于粪便。怀孕的时候不用担心，除非你是大量的疯狂吃猫屎才有这样子的可能性。另外一个说法是说，怀孕不要清猫砂，不要清猫砂，没错，怀孕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借口。但为什么不清猫砂？其实这个跟装潢是同样的道理，因为怕会有很多的粉尘这个问题。顺带一提啦，我们这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最近我从月中回来就囤到现在 Scoop Away 的那个超凝洁猫砂，在 Costco 可以囤，你看我囤很多。它真的很好用，原因是因为其实我月中回来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新生儿回来，元宝回来，哇，超忙的。然后婆婆就帮我负责打理家里很多的事情，谢谢婆婆。她呢还帮我清猫砂、清猫屎，然后她就帮我倒的时候，因为我婆婆就是你知道，垃圾在旁边，她不会让那个垃圾活过五秒，咻就不见了。猫砂在清清清，然后她就倒倒倒，然后说：“燕婷，这款猫砂很好用哎，它没有粉尘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所以我呢，作为一个孝顺的媳妇，我连我婆婆家的猫砂全换了。影片后面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。我就是不懂为什么会这样。哎，不是。拍片拍到一半还要扫地。猫今天不爽。我的屎尿。猫今天，它如果是人类，它的表情应该。干什么东西？赶快进入正题，请带新生儿回家之前要做到的五件事，我自己的一些小 pebble 分享给你们。第一个，尿布，通常生产的那一天就先在月子中心收集好小孩的尿布，差不多五六个就够了。尽量是那种大包，浓一点，但是屎不要。是也可以，但是我一个跟他讲一个 paper， 就是你尿布带回来之后，你先第一个散落各地，散落各地之后，猫咪就会去闻。然后呢，尿的部分可以放在原地大概一天左右，让他们走到哪就可以闻到哪，他们习惯到这个家里有这个气味。那大便的话，你放一天，我跟你讲，你会昏。对，不用让他们闻到那么久，他们好讨厌。他们反而讨厌，对，所以屎这个部分一定要注意。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小孩回家前一天或前两天。你把尿布放在那边，因为那个是最接近他们回来的时间，可以衔接。第二个是纱布衣，那纱布衣的话，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就把它放在家里的沙发，要不然就是床，就是那个宝宝可能未来会躺的地方，让他们就习惯说，哦，这是未来宝宝会躺的地方。这样你不要在后面一直给他鼻孔好不好？尊重，尊重。那定期清洁怎么了？第三个很重要，也非常的重要，很少人会去注意到这一点，我注意到了。哭声，声音对毛孩来说，不管是狗还是猫，都是很敏感的。对他们来说呢，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过于吵架而讨厌这个生物。在月子中心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录好元宝的哭声了，因为我前一天有特别回来，我就是先从小小声的开始在沙发上放，他们就开始，你有没有看到耳朵就会开始动。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听，然后你再慢慢的变大声。到现在呢，其实元宝冲刺在家里怎么哭啊，他们其实就慢慢的走过，会自己闪。所以我觉得哭声那一点很重要，黄金三角：尿布、纱布衣跟哭声，这是黄金三角，一定要去做到这件事情。我把它称名叫黄金三角。第四个呢，就是点心。他们已经受到这样子的压力、刺激跟外来的因素了，你这时候要跟他们说放松，放松。对他们来说啊，我做了这件事情，我得到了奖励，这是一种心灵的慰藉。他做什么事？闻。
元宝一回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我把零食撒在他的旁边，为什么？天哪，这个孩子是天使，他给了我好多的食物。我讲，你怎么判断黄金三角有没有做好？就是你带小朋友回家，我们都不做那个气座吗？嗯，你把那气座放在那边之后，那些猫过去闻一闻就走掉，代表哦，没事，我拼。哦，你回来了，哦，你回来了，兄弟，你回来了，原来就是你啊。对，他如果戒心，他们怎么会长？对，不敢过去闻，这样，要慢慢的，那就还没过去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像斗牛犬？第五个呢，就是要更换猫砂，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会固定一个时间，就会就像今天，我们会固定可能一个月，我们就会整个大换。猫咪很多的病原其实都来自于哪里？猫砂跟猫屎，所以定期的更换，第一个它们健康之外，家里干净，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，都会相对比较健康。嗯哼，对，一定也会有人说，就像刚刚说啊，那这样子很频繁这样换的话，会浪费钱。但我跟你讲，生病的猫花的钱更多。对，那你不如把这些事情先好好做好，减少那个几率，不然你钱会花得更多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会定期更换。大家请看到这里，我们呢的猫砂盆有第一个一般的，第二个是自动的。没错，是自动的。对，但因为我们都用猫砂，像我用的就是这个嘛 ，School Away 的纸包的猫砂，它是矿砂。会用矿砂原因是因为我们用自动猫砂盆，自动猫砂盆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过滤网。对。那有些猫砂它比较大颗，会比较卡在那边，它会卡在那里，它就很难去过滤掉，它就会很长，就是一大堆新的猫砂一起要被清掉，就很浪费。所以我们家呢，现在都是用矿砂。矿砂我发现，在猫咪的适应度上来说，基本上是适应力蛮强的。嗯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用四个多的 School Away。先来示范给大家，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它的粉尘真的很少，第二个呢就是它经济蛮实惠的。我直接倒给他们看。倒，嗯，它的粉尘量在我们用的说，就是其他牌的猫砂来说，它的粉尘量真的偏少。因为之前换的有些直接倒上去啊，就是你下面都是，然后上面也是烟，然后整个脸都是。对，然后因为加上我们是整间的空间，其实是小空间。我们之前倒了一款矿砂，它就是粉尘很大，所以我们这里能见度是伸手不见五指。太夸张了，能见度很低。但这个的话，你看，其实整个空气还是很好，整个状态都是好的这样子。另外呢，我觉得要怎么看矿砂，就是手抓猫砂的时候，你看手完全不会像磨土那样脏，它的颗粒呢也不会出硬，也没有太多棱角尖尖的，所以换砂的过程没有排斥的问题，毛小孩踏在上面呢也不会刺。而且呢，我们空间就这么小一点，所以呢，这次的产品升级里头呢，活性炭成分提升了 50%， 在清理尿液和粪便异味的同时呢，还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。重点是产品力升级还不加价，整体的 CP 值是很高的。最后呢，很重要就是凝结力，就算尿很大块，铲起来也不会分散，这样也可以保持沙子干净，不会有尿的碎块到处都是。有些人会担心矿砂比豆腐砂容易带砂，但其实透过日常使用那种积砂垫啊，像我们就有摆两个，或是定期修剪猫咪脚底的脚。就能解决比较多带砂的问题。以上呢就是我自己的小 pebble 分享给大家。嗯、对，但是当然每个人的个性不同，猫咪狗狗的个性相对也会不同，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定是最了解自己家里猫咪跟狗狗的，就要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。但是黄金金三角都是必备的，对，然后千万记得不要强迫它们。真的不要强迫他们，因为你越强迫就像人类一样，对，越不让你做我就会越想做。本来就不同生物，也是新的人事物， 对他们来说都是需要时间去磨合，让他们慢慢的自己甘愿去靠近他，不要一直把他抓去旁边，然后抓去闻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，千万不要用抓的，让他们自己主动去，对自己慢慢他们去闻，到最后进阶一步的时候，像花生就很常会去舔元宝的头发，然后自己卡住，这样子，后面会开始有很多疗愈的画面。然后另外呢，也有很多人说是一想到猫嗨就会想到过敏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必须说，过敏这件事情呢，它的过敏源有很多种，包含有环境、有食物、有太阳。就像我呢，是对阳光过敏，所以很多。很多过敏源都有这个因素，但是不代表说一味就要怪在毛孩身上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找到每个人家庭的相处方式，然后也不要去强迫毛孩一定要接受孩子，渐进式的各过各的，对，慢慢磨，渐进式的各过各的，慢慢磨合就会找到一个很好的相处方式。这样好了，分享给大家，我要先去打他了，我去吃饭了。这样根本没办法磨合，我跟他就处不来。